我随便，前面你们去过怎么出面？除了水，水都不要放，放在水里，剩下水里放。<笑>我生前我怕水，生前的时候我怕水，怕水。我洗个脸，头往里面去，我就吃，哎呦，不要呛死嘛！怕水。海葬不海葬，基本上都什么葬什么葬都基本上都聊。现在的过去老人都是基本上就考察的观点都一样的，都一样的，好像都是这个想法。 看穿了，为什么呢？想穿一点，要富养，富养薄葬。活的时候多用点钱，是吧？吃的好一点，开心一点。死了就薄葬，就薄葬，所谓的薄葬，我用最小的代价去，或者你些什么，到那个海葬都可以的。现在葬的东西太多了，有花台葬、嗯，殡葬、海葬、树葬。 多了，我最希望是海葬，什么都不留。哦，哎呦，海葬也有的，他有的有的，刻也刻的刻名字的。现在海葬也刻名字的，到时候讲我，假如如果我百年以后海葬好以后，专门有海葬，不是那个一个协会嘛，他也给你刻好名字，你什么名字都可以刻上面的，就撒一撒也可以的嘛，就一个子女，你懂的呀，只有一个子女。 他老他走不动了，你这个孙子会看你吗？不会看你的。所以你和他现在和他说话，那都睬都不睬你的。<笑>你带他到大，到了十几岁以后，他就到了12、13岁以后，他就不睬你的，父母都不睬，不要说你这个，不要说什么爷爷奶奶了，或者是外婆外公了。现在你当了个宝，哎呀，现在怎么忙怎么样怎么样，对待他很好的，他也喊你很亲的，到时候就。 你半信啊，到时候他就。